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青海有一个著名的湖泊，它就是茶卡盐湖。茶卡盐湖被世人尊称为天空之镜，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，位于昆仑山之下，山上常年积雪，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雪山的影子倒影在湖面上，如若不仔细看都分不清到底是雪山从茶卡盐湖拔地而起，还是它的倒影。茶卡盐湖虽然很美，但它终究抵不过这一个被誉为中国版死海的湖。它的身价为12万亿，面积是茶卡盐湖的56倍。它就是察尔汗盐湖，位于青海省西部的格尔木市，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，万丈岩桥。在过去，察尔汗盐湖还未进行开发，因此外人是不得进入的。它被藏在一个工厂园区内，不为人知。湖中氯化钠、氯化钾、氯化镁被开采，用于矿业。这些无机盐的价值高达12万亿。后来人们才发现了它的观赏价值，于是便把察尔汗盐湖这个景区开发出来。同样位于青海，同样是盐湖，察卡盐湖的门票是60元门票，而察尔汗盐湖不需要门票就可以进去参观，并且这个盐湖面积相当于65个察卡盐湖。而且事到如今也没有去重度去开发，呈现给游客的是一幅非常原始的盐湖景象。其中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万丈岩桥，岩桥长52公里，横跨了整个察尔汗盐湖，在岩桥上可以把整个盐湖的景致尽收眼底。虽然盐湖四周寸草不生，但是那雪白的盐结晶经过太阳的折射，格外的闪耀夺目，就像是一颗美丽的钻石。来到这里的人都十分贪恋这里的景色，光是两岸雪山折射在盐湖上的湖光山色就让人十分惊艳，更别说那水天一色的人间仙境了。大家觉得察卡盐湖和察尔汗盐湖哪个更美些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